我说新闻怎么没有嘛？顺丰教我没有礼貌嘛？我太气他，我就用手肘把人家那个车窗玻璃打破了。那个很深一个洞，我在倒那个云南白药，云南白药不是里面有一个红色的救命丸？倒到嘣，我操，救命丸掉下去了，怎么办？我不管，我就用其他粉把它填满。那大概那救命丸太强了，你知道？他就血流不止，你知道？一直流。那请问一下，满哥，以前有为了朋友打架吗？有啊，为孙鹏啊，为了你，什么事？你看我这手到现在，对，记不记得？有，我记得手破到流血。这个事情他喝醉了，我给大家大概我讲一下，因为我是旁观者清。对啊，喝醉了。当年在台东，记不记得我们在台东拍戏？你喝醉了。台东发生很多事，好多，时间很长嘛。哇塞，我们整个到现在人家准备帮我们立雕像啊！真的，我太怀念我们了。那天怎么样？那天是晚上，大家拍完戏，有一天晚上无聊，然后说。江爸还在的时候，对吧？江爸说江洋的，对，我们大家一起去卡拉 OK 喝酒，然后就一票男的嘛，因为那时候都好像演军人都男的嘛，啊，搬，然后孙鹏跟那个新闻呢就不知道怎么了，孙鹏就说你没有礼貌，什么洗口角，新闻就很生气，我怎么没有礼貌？我很有礼貌，生气一样，孙鹏也很贱，糟了。这是真的，然后孙鹏在旁边，哪有？你又没有礼貌，来，一直骂，骂完之后呢，大家就不欢，也没有不欢，在新闻就很生气。然后我们好，那不要喝，大家回去。然后孙鹏就很高兴，哎，现在回去了。然后江爸就问我说，哎，我们去吃个面。我说好。我说新闻要不要去吃面？我不要，就一个人走向远方。我说哦，好吧。然后之后呢，我就跟江爸在一个面摊在吃面，过一会就听到旁边，嘘，小刚。小刚，我回头，哎，新闻干嘛？你快点过来啦！我走过去，哇塞，他那个手啊，就他那个包这边，然后那个血已经从这边指缝这样渗出来，这样一直在滴。我一看，哇，你怎么了？我就跑去拿那卫生纸啊，给他先包起来。包起来以后呢，我说新闻你怎么？没有嘛，顺丰教我没有礼貌嘛，我太气他，我就用手肘把人家那个车窗玻璃打破对不起，没事吧？20年后还跟我说对不起啊？对不起，没有了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那年少轻。没事吧？来亲一下。没事，南哥不好意思，这还有后话啊？还有啊？然后怎么办呢？我也傻了，因为第二天还拍戏，然后就流血啊，怎么办呢？我说好，不管啊，我有云南白药，我们先回那个饭店，然后就回去国英雄馆，我就帮他擦。那他那个很深一个洞，我在倒那个云南白药，云南白药不是里面有一个红色的救命丸？倒到嘣。我操！救命丸掉下去了，怎么办？我不管，我就用其他粉把它填满。那大概那救命丸太强了，你知道？它就血流不止，你知道？一直流。然后我想，哎呀，不行，所以我们还是去那个医院吧。然后缝了吧，缝。然后那个医生说，哎，这一颗是什么？我忙，退出急诊室。所以大家注意，那个救命丸不要倒到伤口里面。啊，这就是新闻一个义气的一个啊，没有啦，那是血气方刚了，那不叫义气。这是什么哪门子义气啊？对，我们不是义气。从头到尾听不出来哪错误气啊？错误的示范，我们那时候还演班长哦，那应该是我比较义气。错误的示范，我们两个演班长，你比较义气，对，里面最义气就是我，还带他去医院。不是，我觉得我倒进那个云南白药那一颗丸的时候，我真的到现在我还觉得，哇塞，当初怎么办？而且说实在，那个我真的不敢挖。我只有用剩下的粉把它填满，我以为这样就没事了。血爆流，那个是会让血特别活络的。我后来才懂，我当时怎么知道？我又不是医生。还有我们新闻够壮，够壮。